全不知道啥东西。啊！哦。啊，我看到了手机。足球器，哦，不行不行。哦，那待会我要换一下版本，我用 1.15 来玩横卡。为什么这边有尸体？拿鲁多，是不是你？拿鲁多跑掉了。哎，史蒂夫，史蒂夫，戴口罩，史蒂夫，戴口罩，史蒂夫，戴口罩，史蒂夫。哎，暴躁的史蒂夫，拜拜。还好我有换那个东西，但是戴口罩的史蒂夫。Holy shit！ 哇靠，没射到。你是说戴口罩的史蒂夫吗？对。哦，啊嘎！为什么这边有松鼠？你知道很好笑的是，我刚刚死前啊，死前一瞬间啊，我还拿到弓哎、欸。嗯哼。我想说，我怎么莫名其妙拿到弓了？啪！我根本连进药的时间都没有，我就直接死了。我进尸体。哇，一根细啊！一名杀手已死亡。等等，你这绿色小妞有点烦哦。绿色小妞是什么东西？刚刚看到这个妹子的 skin 好像很可爱，结果她就把我的弓捡走了。谁啊？哎，不会是你吧？我要跟着你。我早就已经死了。不是，我不是说你。等一下，好像有点好笑。吵死了！吵死了！我发。哦，原来前方不是哦。你到现在认为我是吗？我刚刚就是觉得你是啊，所以我才会一直说，哦，原来是这个人哦。哦，感觉原来。原来是这个人哦。你到刚才觉得我是吗？我刚刚就觉得你是啊，所以我才会说，哎，我去。感觉原来是沉思哦。哎，你怎么讲出来了？因为我传这么容易看到了，我们三个都死了，好吗？没有，他还活着，我还在，好不好？他还活着，他刚死而已，他刚死而已，他刚死而已，刚死，那我们不就都死了吗？现在就死，现在真的是死光了。刚刚他你说的时候他还没死，不过他看着，我的系列康，啥回啊？等下。红色衣服，然后头发黑黑的，李子在你附近。我靠！哇，李子你好厉害啊！哈？不是李子，你不是李子，我刚刚看那个角度，我以为是他杀的。不是我杀的，是我差点被杀，好吗？哎，还是被杀了。干！耶！一颗黄金雷三颗，我终于拿到好的了。你为什么那么喜欢去搜那个、啊？就不喜欢去抽那个？我不会觉得抽到奇怪的东西。没关系啊，我跟你说，上一，我跟你老师干什么？我靠！干什么？等等，他就直接对着你，我的妈！对啊，他刚刚直接对着我要射啊！我他妈吓死了！你长得一脸凶手样。你才是一脸凶手样，你长得一脸凶手样。好像没有捡到，嘿，被捡走了。哎、欸，他就一直跟着镜子，他就一直跟着镜子你，哎，到底变态哎，变态哎，对啊，有跟踪狂。哦，我靠！
真的，所以到同时被杀了，一名玩家杀死了你，一名杀手 Daniel 惨遭杀害。为什么我同时被人射死了？他哦，冠他是冠，哎、欸，不可能啊，抽也抽不到贯穿吧？不可能有贯穿，可是我沿着黑色的可以跟着我的人杀我的。我觉得刚有两个人同时射弓箭，我也觉得是同时有两个人，两个坐姿，翘脚，不是翘脚，我只是在坐，只是坐进去里面一点，因为我刚刚只翻个屁股坐椅子上面，跪着坐，你才跪着坐，你全家都跪着坐啊，气死我了，跪着坐是怎样？还是这样三分之二？我刚刚说我只有做一半哦，还是听不到什么西啦，谁要有耳朵才有问题啊，气死了！哎呦，磕到头发了。怎么来哟？我吃到头发。没有，好吃吗？我给你试试看，你就知道了。过来啊！来台湾的。怎么没有反应？什么没反应？哎！我刚刚死前好像看到一个疑似杀手的，可是我来不及说了。我玩这个只有两个职业啊，一个叫侦探杀，一个叫杀手的杀手，一个是杀手。杀回。到底是你在讲什么啦？在讲什么东西？讲人话，不要讲鬼话，谢谢。杀手的杀手跟杀手，杀手的杀手跟杀手是怎么？为什么我又看到 Alex？ 就我 Alex 啊！请问一下，你到底是在讲什么话？不知道。讲的是人话吗？不是，他说的是前锋话。哎。哇！可恶！哎、欸，这个杀得很凶哎、欸！我杀的啊！全部都我杀的、啊。要凶！要凶哦！哎、欸，另外一个在干嘛？他完全没杀人呢、欸！哎、欸，太杀了、啊！为什么我莫名其妙被击晕了？击晕。该不会是我已经死了？我想要附身，它一直显示我被击晕。白痴啊！这种我换哪一格都没用啊。这种事啊。对啊，我换哪一格都没用呢。那干脆这样就不要附身了吧。拜拜。阿布。你看什么？那不是你队友吗？没有啊，但是我看到你好像，好像刚才我好像听到药水声了。哦。Hello， 还是被看到了。请你把弓留在更有用的。剩这一个人，这一个人该不是这个人？请把弓留在更有用的地方。真的假的？是白痴。是白痴。太白痴。天哪，这赛戴黑帽的小妞，你不要乱来啊！滚，跑哦！把我的杀手死了。那还有一个，全部还活着呢，全部都躲哪里啊？这也太过明显了吧！我的妈呀，怎么还活着？怎么会还活着？我给他算。我要附
身，附身理智，附身合体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是又是我啦？镜子赢的理智。要啊！你不，你一直让我卡住，你不这变态，你不知道那个梗吗？你说什么梗？格莱布尼尔？不是，好哦，我已经老了，对不起。通灵王的梗啊！等一下，蓝梦，蓝子梦，妹子，蓝子。这边好危险啊！等一下，前锋站在那里，那个杀手居然没有看到他，是怎么回事？不会是同队的吧？哦，如果是同队的就好笑了。酷，呵呵呵，酷。啊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就整个白色头，然后绑一个红色头来机车嘞！哦，这一个。看见了哦！等一下，为什么没有人看见他？到底是问号？这太问号了，这真的太问号了！不行，我要去监视那个画面。我不看杀手杀人的画面了，我要监视这个画面，看看杀手什么时候才会注意到这边正是一个人。结果他到最后都没发现。哎、欸，前方是神探啊，白痴！别气。那真的太北西了，真的到底？他就放在那个地方而已，他就都没有看到他。嗨，李兹。喂哟，我的妈妈咪哟。李兹。不要啦。李兹。不要啦！哎。等一下，我鼻子有点痒，能停一下。李兹，不要走嘛。不要啦！哦，我看到了米斯头发的那只。哎、欸，我，哎、欸，前锋回来了。米斯头发的那只。Oh my god！ 应该是那个 P 七哥或者是 Rainbow Devil 吧？我看清楚，他全身的颜色很。哦、我看到是谁了？谁啊？我不能讲，我死了，我死了。可恶，套话套不出来。还想套话呢？哎、欸，等等。有一个杀手的样子，我已经跟有人说了。哎、欸，这个人的尸体好好笑哦。Fuck you！ 啊，这是你吗？这是我。看，这真的是你哦！这是我，欸、你被我被杀我的人杀了。你看你跟你自己也是一样，还敢笑我？哈哈